几乎一半的爆红死亡事故发生在车辆里。在您在车内时，请注意桥梁和高速公路低洼处的淹水，只有六英寸的水，可能会导致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。当风暴临近时，保持警惕，遵循当地官员的指示，并在需要时知道在哪里避难。如果留在原处更安全，请留在原处，不然请转移到当地的避难所。访问 Ready the Gov 获取做好准备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指示。